追兄弟女儿半个月了，今天她竟然承认我是她男朋友。哎，兄弟啊，过来来来，你的工资啊定下来了啊，这个数啊，你那多少都行，咱一家人300300。哎，什么300？你是我兄弟，这忙里忙外能给你300吗？3000。好，谢谢兄弟。哎，副市长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快说吧。好消息就是我转正了。坏消息就是我还有3个小时就下班了，到时候你该看不着我了。你别跟我贫了行不？哎，我事儿上麻烦你一下，你看那两个人醉醺醺的，我挑半天了也挑不完，然后还老想跟我搭话，我有点害怕。你一会儿就让你去呗。不是，怎么在我地盘上？他怎么还敢骚扰你？他活腻歪了吧？你快去吧。哎，妹妹，你给我结吧。完了，妹妹，你是谁呀？你管我是谁呢？他是我男朋友。我是她男朋友啊。你是她男朋友？我以为你是她爸呢。你这老实话，不是你咋的？你能好好说话吗？你吃香药了？不能。你要不服，咱找个地儿出来唠一唠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说，走，没事吧？我给我爸打电话，他过来。没事，不用问我打。不是怎么那个吗？咱俩是只按套路打呀？我这揍你啊！按啥打？怕你呀？哎，还拿电话？你要摇人？我告诉你，摇谁都不好使。喂，市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闺女老给你打什么电话呢？没事，没冲动。那个是市长女儿啊，我觉得大晚上咱们不要麻烦领导，领导挺忙的。就是我没有对象，完了我家里催我比较急，我想找对象，今天就比较冲动，对不住大哥。不是你找对象啊？啊，你找对象这事儿简单，来，我给你介绍几个，来，哎，看这小姑娘怎么样？太可以了。哎，那个兄弟，你看我都给你介绍对象了，一会儿你帮我演个戏行吗？小事，快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快演，有小心一点啊哈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啊，不好意思哥啊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完小货色好收拾。哎呦，我这腿走不动了。哎呀，我跨一下吧。哎呦，跨一下啊。哎呦，这是热水吗？啊，对。哎呀，感觉自己挺没用啊。岁数大了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能收拾他八个。多大岁数了，你还这么冲动？那男人有责任感，顶天立地就够了，不能以成败论英雄。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呀？哎，副市长，你有啥心愿没呀？心愿就是找个人嫁了。你嫁个啥样式人啊？你就像我这样式的呗。咋样啊，兄弟？挨没挨欺负？你我还不知道啊。打小啊，你就胆小怕事，哪儿打架你躲远远的。这回咋这么勇敢呢？那我以前是胆小，那也得分事儿啊。男人嘛，得有责任，有担当，是不，副市长？对。